iRadio， 幸福早点名。iRadio 396进行的是林威的爱幸福，幸福早点名，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歌神张学友，学友哥早。大家早。一生呢，至少一定要看一次张学友的演唱会，人生才不会遗憾，这是很多人的共识。那么歌坛最近哦，就是有很多的选秀比赛出现，不晓得学友哥对于这种选秀比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样的现象，你的想法是？我自己觉得，这种比赛是，绝对没问题的。我还是觉得它有需要的，因为它起码有一个鼓励大家去唱歌的这功能在里面，然后也有一个出路给大家。其实可能有很多，唱片公司啊，或是经纪人啊，他们也有看。我觉得有新人出现是好的，只是，市场能不能去改善是比较重要一点，我自己觉得，要是有市场的话，我觉得新人多一点是好事。而且我觉得我记得你好像说过，就是唱片公司不应该只是重在那个新人的包装，是要真正重视到这个新人的音乐素质的一个培养。选秀比赛这么多的一个状况之下，我相信应该有很多制作单位蠢蠢欲动，想要邀学友哥来担任评审或导师之类的。你有可能会去担任这个评审吗？我应该不会，因为我其实邀请是有的，只是我都婉拒了，因为我自己不是很想去做评审，因为我自己是歌唱比赛出来的，然后也感同身受。老实说，我在想我在那边被拒绝或者被说被批评，或有些时候不是那些评审想，我想可是为了节目可能他们就是要这样做。那我既然不想被这样子，我只能去做这个事情呢。所以我觉得我没办法。所以果然是被我们一个很死忠的歌迷同事给猜中了哦。他就说，以学友哥是个性相当 nice 的好好先生，一定不忍心说重话去打击那个参赛者。不过我想比较可惜的就是，这些参赛者朋友们没有办法听到歌神呢在现场给予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好，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就是呢所有参赛者应该听到了犀利评审的重话之后会有的心声，来听到张学友的《我真的受伤了》。明天继续跟学友哥一块来聊天。灯光也暗了，音乐低声，我的心开始想你了。我的心真的伤。
伤了。生气了，你要说话，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是你骗。是你骗了，灯光熄灭了，音乐静止了，滴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事不快，我的心真的受伤了，我的心真的受伤了。真的是太好听啦，从刚刚的这个专访当中，我们真的知道学友哥歌神张学友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呢这个犀利重话犀利评审就留给别人当，张学友大哥真的是个大好人，难怪呢歌迷朋友们真的会一辈子爱你哦。刚刚那首歌是王婉芝的作品，那么接下来也是王婉芝的作品一辈子爱你，明天最后一天跟学友哥聊天。